咱们上一节课啊，咱们讲了个在处理画面时遇到了几个主要矛盾啊，即宾族啊、叙事、开合等等这个矛盾关系。这几个主要矛盾关系，它牵涉到整个画面啊，从整体到局部，它都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对主要矛盾呢，咱们在处理画面时得时刻记在脑子里头啊。下面咱谈点具体的，在画面上的遇到的问题啊。首先呢，咱们遇到就是造型问题，是吧？这个造型问题呢，是你把一个画面处理好坏很关键的一个主要题目，是吧？我们对花鸟画来说呢，那个花鸟画的造型呢就更为复杂一些，因为花鸟画它内容那个比较多啊。现在的除了山水人物，所有的内容都归到花鸟画里了啊，因为花鸟画它牵扯到啊花啊卉草丛林界等啊走兽，包括它牵扯内容太多了，而且这个造型呢变化比较大啊，有大一点的像鸟，大一点的像孔雀非常大，小一点的像绣染鸟啊它又非常小啊，而且好多品种呢就是差别也不大啊，只是个形的大小问题啊，所以这个它这个造型对画好写意画，写意画鸟画还是很关键的啊。另外那个在我们画画鸟画的时候啊，注意这个造型的时候，一般呢都是以原物大小为标准啊，就是我们这个喜鹊现实生活的喜鹊有多大，那么我们就在画上就画多大啊。那个一般的情况都是以原大为标准啊，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它因为的品种啊它比较繁杂，所以真有些个造型呢只是大小的区别，所以这个大小挺关键的啊。另外就是这个花鸟画这个篇幅啊，大画跟小画那区别很大啊，它不像人物和山水啊，你不要我们一张四尺的山水画，我可以放大到八尺啊。另外那个一张那个人物画一次，我一张小人物我可以放大很大啊，我都可以在画面上画得跟真人一般大啊。我在人大会上看了黄走先生一张人物画啊，因为那个新疆女孩在骑马啊，我走在最跟前一看，就是最前面这匹马跟真马一般大啊，就是这个马跟真马一般大了啊，就是这个篇幅呢它可以画到一般大啊，那个你要给我把它缩小成四尺的它也可以，只不过造型缩小了啊，过度缩小了，但是唯独的花鸟画不行啊，花鸟画这个小画就是小画，大画就是大画啊，我们不能把四尺这样构图你放到八尺，这绝对不行啊。所以这个这里就牵涉的这个造型问题哈。现在好多我们爱好者呀，这个习惯的从那个画册上那个去临摹和参考一些画，因为画册一般那个它都缩小了，很少印原大的，基本它都由于篇幅的关系它都缩小，而且有些个画册它那个印的那个尺寸那个跟现实这个真画它有出入啊。比如那个画册写68×68，实际它原画可能不是这么大，可能也可能小也可能大，这个原因在哪后来我也理解哈，因为好多这个咱们这个画画啊在复制时候啊，在复制时候啊它以为就是那个按那个尺寸复制，实际不是啊，这个喜欢咱们那个爱好者在参考画册的时候，不要以他画册那标的尺寸为标准啊，还是基本是以实物大小为标准，这个最好啊。这个像咱们在参考画册的时候，需要注意这点。造型那个对一个画鸟画来说非常重要啊，这个希望咱们在一方面在练习时候更加注意，另一方面呢，多参考一些个比较好的作品，这样对自己造型训练是有一定帮助的哈。尤其呢，业余同志，业余画画同志，他就
好多问题啊，他都在一幅画里去解决。他不像院校的学生啊，院校的学生呢，他那个造型他有造型课，色彩他有色彩课啊，那个国画课呢，他直接单一解决笔墨问题就可以了。所以说，对于我们业余画画的同志们，这个任务就更艰巨一点哈、啊。造型哈、啊，这个首先呢、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哈、啊，咱除了说大小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整跟碎的问题啊，这是咱们这个在处理画展画的时候，所涉及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画面整和碎啊。比如说我们画荷花啊，荷花呢是一个很整的内容，它因为它荷叶就是很圆那个，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啊，画的时候对这个整的内容呢，我们要怎么样？要整则碎之啊，另外就碎则整之啊。比如说紫藤啊，还比如梅花啊，和好多比较那个造型比较琐碎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就是要加以变化啊。这个像芭蕉啊，像荷叶，我们就适当的增加变化，这样呢使这个造型呢就更加生动，更加丰富啊。比如说啊，我来画一个荷花啊。比如说我们画荷叶啊，真正的荷叶啊，它基本就是圆形的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举个例子啊。啊，比如说这一个荷叶啊。啊，这叶茎哈，啊，它基本就是个圆形的，但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如果我们画一个小幅，比如说叫这么大的蝙蝠，您那个荷叶你就适当的加一变化，就是叫它我们那个行话叫开裂啊，开裂。开裂就是适当的把这荷叶的把它撕开一些口子啊，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荷叶哈、啊，比如我这是圆的哈、啊，我这裂开可，好、啊，这可能我裂开更大的一点啊，这样它跟这个纯圆的了，它就适当它就。增加点变化了，那么你如果为了它变化更多呢，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开裂口叫它开更大一点啊，比如说哈，它这叶子哈，我只有这个开口哈，我这又开一个啊，那么这我们看这个荷叶呢，就是啊，就开了几个口了哈。要开的一个口两口三口等开四口了哈、啊、那么这个荷叶它就相对来说它就和这个叶子它就有变化了哈、啊、这是那个在处理这个整和碎的这个关系啊。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画那个画芭蕉啊，比如说咱举个芭蕉例子哈、啊、芭蕉它这比如说这个叶子哈、啊、这梗啊，它也是一个，因为芭蕉叶子很大啊，很整叶的。那我们为了增加变化呢，就是和这个荷叶是一样啊，就是我们适当的开口啊，就是比如说啊，我这个叶子哈、啊，我这开口啊，我这比如这叶子，我这开一口，我这又开一口啊，我这又开一口。这一二三开三口啊，我这面呢。也可以啊，也可以开一个，是不是开一个啊？就开一个小的啊，那这波可以不开啊。那么这芭蕉叶呢，等于开了几个，开了好几个口，这样就是增加变化了哈、啊。这个画面这个整和碎呢，这个
就是一种视觉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拿点那个图样啊，比如说这么一块方的哈，那我们这块方的呢，琢磨我看着从视觉来说，它是非常整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啊，我们把这方的把它剪掉啊，好，我们还这个方的哈，我们方的不知道我剪掉一块啊，剪掉一块，我们从视觉来看，这个俩感觉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就是变化了，变化在哪儿呢？已经缺口了它。如果这个再增加变化啊，我再缺一口啊，那么这个外形呢，它就更变化就更多了啊。如果我比如我再缺一口啊，把这个口缺了啊，那么这俩视觉呢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就非常整的，这就是碎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整理整和碎的话，越碎它的视觉变化越多，但是它越感觉越差啊。那个当然你越整呢，它这个感觉是比较整，但是它感觉呆板啊。如果变化再多呢，它就感觉可能凌乱了啊。所以我们在一个处理画面上，在造型上，你如果想这个画面更完整啊，这个视觉更统一，那么就是变化越少，它的视觉它越统一，它越好哈、啊。那个你变化多的时候，它就适当它就从视觉上它就小去了啊，它就是那个感觉就差了哈、啊。比如说我这啊，我适当的啊，我适当变化一下，那么这俩感觉，那这个就比它有变化啊，就这个灵动性就多了啊，这就感觉呆板。那么我们那个在处理画面的时候啊，就适当处理整和碎的这个关系，它就使我们画面呢就更加完整，变化就更加好一些了啊。这是我们在处理那个造型就整和碎的这个关系啊。咱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画这个比较琐碎的内容，比如画紫藤啊，紫藤叶子呢是比较碎的啊，它是比较琐碎的啊，但我们画起来就把碎的把它变成整的，这样来处理啊。比如说我们画一组那个就紫藤叶子啊，紫藤叶子它结构啊是这样的啊，一个叶梗啊，它你那结构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画起来，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哈、啊，这么都这样画哈、啊，这么画起来啊，它感觉什么？就是咱敢讲，它本身感觉是碎的东西啊。那么我们如果这个从视觉上把它琐碎等把它统一起来，就是使这个外形啊，使外形把它整个把它统一化啊。比如说啊，比如还这组叶子啊，怎么样？这叶子空档都小了哈、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相对来说，这组叶子就比这组叶子整在什么呢？一个整在外形上头啊，外形咱们跟刚才讲那个黑方形的意思一样，我把外形变化减少啊，那个使它那个外形变化少，它感觉就比较整了啊。如果这样你感觉就感觉琐碎在外形上头啊。所以我们那个在处理这个比较
琐碎的内容的时候，要适当的把它概括起来，把它变从碎变整，这样的视觉效果大效果它就好了哈。另外就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比如我们这一组是竖线，等一下竖线，我们在处理第二组时，就把第二组变成横线了哈。比如说我只有一组哈。那这一组，那么这组变成横线，那这是一组哈。但是这个如果这种这么出现这种线哈，它如果外形就刚才咱讲过这话，如果外形过整呢，它是适当就变化少了，就感觉是呆板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增加什么？增加变化，就是这个方形呢，我拿一块走啊，适当就是我这出来另出来一针啊，我这针啊。变成碎的，那这样嘛，整和碎俩就结合起来，它画面就是既有大效果，它又有小效果，那画面它就灵动了哈。现在我那个就咱们好多这个咱们从事花鸟画创作的咱们这个和尚爱好者嘛，在处理这个整和碎的这个问题上，大部分是琐碎啊，琐碎呢就是显着画面凌乱啊。凌乱的关键内容就是这个把碎的东西没有变整，或者把整的东西就画得更整，这样就是它这个除了它那个主次部分之外啊，那个咱讲的主要矛盾的主次部分之外，它在处理造型的时候啊，这个整碎关系处理不好，是所谓画面所谓凌乱啊，这是咱们在这个在处理造型时这个整碎的时候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内容哈。下面咱再说一下这个方圆问题啊。这个我们在处理造型时，处理这么注意整和碎之外呢，还要注意方和圆啊。方和圆呢，也是一对比较那个相对的这个矛盾关系啊。我们还拿荷叶举例啊。荷叶本身是圆的，但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在圆中求方。这样这个它这个效果就有出来了啊，比如说咱画荷叶啊，比如这都是圆的啊，我这是开个口啊，那么我上面就可以怎么变方了它。这上面就是直线是方的，这个方有什么表现呢？就是比如我的叶子我折过去啊，比如说我举个例，比如我们这是个荷叶啊，荷叶我这荷叶我这边折了啊，这片叶子后面折过去，那么这条线是圆的，这条线就变成方的，实际我们现在表现这荷叶是就表现这种关系哈。这是比如这是荷叶叶心哈。那这就是有圆它有方啊。另外呢，比如说哈，我们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小的荷叶半开还没有完全开开啊，比如说这是啊，那么中间这是叶子啊，它是什么叶子哈？就是这个叶子是折过来的，这两个叶子合的哈。这深的颜色是什么呀？是里边的叶子啊。那么这就是这两条线是就是方线，这边是就是圆线，它圆和方它结合起来了。它画面就它就生动了哈、啊，如果光是圆的东西，它就感觉肉啊，感觉软和绕啊。如果我们都方的，我不用把荷叶完全画成四方的了，
这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它没有，一合计它不可能全是方的啊。另外如果倒是方的，感觉太刚硬了，就太强了，就是跟这个是感觉有刺的感觉了，这就不好啊。另外比如说这个我们画河梗啊，河梗啊，但是它这里也有方圆，比如我把这个，比如说我这变成曲线，这荷叶啊，那么我这条荷叶我就怎么样，我就变成直线了啊，这就是曲线和直线啊，方和圆的关系。这个荷叶哈，比如说我就画梗的，我全是曲线啊，他感觉就软了啊。如果比如说我全是直线啊，他全是直线怎么感觉？就感觉这太刚硬了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处理画面，尤其是我们看八大山人画的荷叶哈，八大山人画荷叶，他荷梗都画都比较长，所以你咱看他好多都是，他都是有的是圆线，有是直线，他这个弧线和直线他这个调配的非常好啊，这样他的画面怎么样？他画面就生动了啊。这画面你的，我既有曲线又有直线啊，这样的画面从这个视觉上呢，这个方圆呢，它就是解决比较好了啊。这是这个咱们处理一个造型问题啊。另外，咱再举个例子啊，紫藤叶子啊，包括凌霄、紫藤啊，像那个绣球啊，这个好多叶子基本都是圆形的，或者长圆形的，或是这个菱形的这种哈。没有方形的啊，没有方形叶的，包括牡丹叶等等啊，都是不同的曲线啊。但如果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要方圆结合啊。咱还拿举例子哈，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画一组藤萝叶子哈，他们比如我前面这叶子啊，我就有意识把它画成方的啊，那么我这个叶子。也意是方的，那么我这个就可以变成圆的啊，这就曲线啊，这又变成方线啊，那么这个叶子它的主叶子啊，它在里头它就生动了啊，你就比你都是圆的，它就从视觉上的满足人视觉的感觉啊。比如我这叶子啊，比如我这叶子画成长方形的啊，我这个画成比较正方形的啊，我在这边带有圆形的啊，哎，它这个视觉它就生动了啊。比如我这画个正面的，我正面方形的啊，侧面呢这边圆形的啊。那么它，你比如说咱们这组叶子啊，它从那个视觉上方圆结合起来，它就生动了啊。另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处理那个紫藤的枝条的时候，也牵涉到问题哈、啊，也要曲线和直线要互用啊，这样它这个画面才生动啊。啊，比如说我们画藤子哈，就这直线、曲线、直线上要曲线啊。你比如我这就是直线的啊，直线上面它才生动哈、啊，有直线呢，它这个我们冲着视角呢，它才立得住啊。你如果都是曲线，它感觉是软的啊，而是那个挺立的感觉它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画这个
画纸、画叶子、画什么挑的时候，也要适当的哈，也要适当的有曲线、有直线啊。它这样的，它画面才会生动哈。咱们看那个，你看吴昌诗啊，比较善画紫藤哈。吴昌诗画，你看吴昌诗一张藤萝里头啊，他的腕子哪一张画，他有的都有两条很直的线哈，很直的线，然后他再绕这个曲线啊，他这实际也是一种曲线和直线一种互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在处理画面造型的时候，一个注意方圆啊，一个注意那个曲直啊，这个都是就我们的这个处理画面造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个这个我们在这个处理造型上一定要注意这点，这样的画面才能生动啊。另外这个画面也注意大小的区别啊，注意大小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在画一组紫藤叶子，你这紫藤叶你不能都是一般大，就是有叶子大一点，有叶子小一点啊，这样大小这也是一对矛盾关系，它画面才能生动啊，这是我们那个在处理造型时需要注意点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具象和抽象的问题啊。比如我们写一画的画，它不是纯抽象绘画啊，它有时候基本还是具象的，但是有些个它有抽象性啊，它和实际这个实物的造型它还是有区别，是不是有一个抽象性啊。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画紫藤，比如我们后边再画比较那个，比如我后边还需要画紫藤，那个紫藤呢我们就适当的可以，就是啊，比如说啊，我这后边哈，我就适当的哈，这个它就这个造型它不具体了啊。或是我们画画背景啊，那种背景呢它基本那个从那个外形上它还是有抽象性啊，这样那个具象呢跟感觉是比较近的啊，抽象呢跟感觉远，而是感觉一种很丰富的想象力啊。所以我们在处理画面的时候，除了具象之外，适当的加一点抽象内容啊，这样对处理画面感觉呢它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啊，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变形问题啊。这个写意花鸟画一般尤其有个办公写小写和大写，这个对造型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一般的那个办公写和小写就这个造型呢更接近于真实的这个物真实物体啊。到那个大写意呢，它就这个形就变化比较大了哈。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注意要抓住物体的主要特征哈，这个不要把主要特征没，比如我们画八哥翅膀有两个白啊，这是八哥的特点，另外八哥嘴上有一种毛，这个特点啊。比如喜鹊身上基本都是黑的，但是身上有白的颜色啊，这个都是它一个它一个物体本身最大特点啊。比如丹顶鹤有块黑，也是它主要的特征。我们在你适当可以变化，不那个适当可以延长，也可以缩小，但是这个主要特征你不能去了啊。这个一般呢，我们在画鸟的时候呢，小鸟一般都没有脖子，这鸟越大的这脖子就越长啊。另外花卉一样，花卉我们在写一花鸟画里头，就是基本就是以那个花来区别，比如梅花、桃花、杏花，基本枝条的基本都一样就行，它就不加以区别了，它只是从花上来加以区别，就是从造型上，就是由它的统一性也有它的变化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处理画面时候，既有巨型的部分啊，也可以有变形的部分。变形的部分是为了更好透出一个花卉的特征和鸟的性格，这个我们可以在造型上的可以适当运用啊。希望咱们大家吧，那个在今后自己
练习和创作和是习作过程当中适当的加以运用啊，这样可以使画面一个是画面更生动，一个画面更灵动啊，更增加它的欣赏性。这个希望大家咱们这个在自己实践当中啊适当加以运用啊。下边咱说一下这又就取之在具体画面处理上啊，比如我们这张画哈、啊、这张画那个曲线是什么，曲线是这个石榴的藤弯啊，藤弯是曲线，那我们这石头的采取是直线的啊。如果这个石榴弯的，如果你是曲线了，你个石头你再曲线，这个曲跟曲线这个它这个矛盾关系它是没有矛盾了啊。所以如果是比如说我们想法来说，如果石榴采取曲线，那么石榴的弯就采取直线，这样实在的曲直线相互对应，相互衬托啊。比如这两个鸟，这两个鸟也是一曲一直啊。比如我们右边这种小鸟，它基本上是一条直线啊，是直线，是个直线。那么左边这小鸟，它甚至是我们看这甚至是个曲线啊，就是曲直线。这对小的方面来说，我们要加以处理，这样就是画面呢，它就更进一步生动啊，这个曲直的互相衬托，这画面的效果就视觉就更好一些啊。这是这幅啊。另外就是整顺也是，你看我们这个石头虽然采直线，它这个外形它是比较整的，不是曲折，不像太湖石啊变好那么多，基本就是一块啊，两块就两块，大块的。另外那个石榴是琐碎的啊，我们看石榴包括叶子，虽然石榴本身果实稍微整点，它叶子还是非常琐碎的啊。那么的琐碎的那个东西呢，我们还加以整化，就加以组织化啊。我这一组那一组把它组，不能画像满天星在的，那就乱了啊。适当的琐碎的东西适当加以组织，形成组，这样它就画面它就不凌乱了啊。虽然很碎，但是它不凌乱，就是我们处理画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看这幅作品啊，这幅作品就是我们还说的整碎关系啊。我们凌霄本身，凌霄这幅这个内容它是琐碎的，包括叶子花都是比较琐碎的啊。那么为了调整画面这个琐碎呢，我们采用那个直线的那个柏树干啊。这直线的柏树干呢，就带里头它内容，一个它颜色很重，另外它一条大直线啊，它是一个大色块，还在这里的起到什么？起到一个直线啊，起到一个整的作用。那么这个凌霄呢，它本身是比较琐碎的。那我们加一什么？一加的条理化，比如上面的竹叶子啊，上面的叶相对来说就比较整些啊，从外形上就稍微整些。那么这边左边这竹叶子，这个竹叶就稍微就零碎一点，使它整碎加以变化啊。我们看柏树。柏树也画了两竹叶子，我们下边这竹叶子就略微整一下，外形稍微整一下，就不是变化太多。上面的竹叶子就适当加以变化，使整和碎形成对比啊。这个凌霄花也是啊，凌霄花也是，我们看上面的竹跟下边的竹也是加以区别，也是从整碎来加以处理的。这个凌霄枝条子呢，是在这里的也是一个曲线啊。曲线和那个柏树那个直线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个画面呢，虽然是那个内容所以比较散乱些，但是由于这个柏树这条直线在这里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使这画面呢虽然散，但是它不凌乱啊，画面还是相对集中的啊。另外那个八哥是在一个画面最佳的位置上的啊，它是周围是没有任何干扰，所以它非常突出啊。虽然这个墨色也跟白色的墨色近似，但是白树和它形成一个纵横关系，白树的就衬托它了啊。虽然它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画面上是非常突出的啊，所以这个整个画面从那个整碎哈，从黑白等处理上，这时候画面就处理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成功的啊。我们再来看这幅作品哈，这幅作品那个在处理事儿也是和前两有些近似啊。这个梅艳花的枝条采取了曲线啊，
采取曲线处理。但是这种曲线呢，它里头相对来说还有直线的部分啊，比如说这个竖的一条这条纸条的和横的一条纸条的，它虽然是曲线，在曲线里头比较直的曲线啊，它这个相对的石头来对比来说，它是曲线。那么石头采取呢，大部分是虽然有这个上下这个曲折变化，但基本它是个直线啊。直线呢，这个它和这个梅花枝条的曲线呢，形成一个相对的对比啊。另外那个就是这个石头是一块整块啊，它是一个大石头块啊，它在里头起到一个整的作用，起到一个镇定画面的作用，使画面这个更加稳定。而那个相对衬托了枝条的那种曲线的那种优美啊，使这个画面呢，它这个大对比，它比较好，比较强烈一些。那么，这个只是在鸟上用点颜色，把梅花的颜色去掉了，这也是为了突出的画面主要内容啊。这是比较整碎曲直线比较突出一种处理手法，使这画面这个生动完整啊。我们看这幅作品啊，这幅作处理是个主要突出的整碎关系啊。我们看这荷叶这个外形，在这幅画里，这荷叶外形是比较整的，就是我们打那缺口并不多啊。那为了增加变化，就是这个里边的叶筋增加了曲线变化，使它这个外形虽然整的，里边增加变化，使这个荷叶它就是生动哈。下外边这个荷叶呢，从外形上它变化了啊，就有一些个曲线变化啊，有些曲线嘛，这个曲线变化跟那荷叶俩形成一个对比关系，一个互相衬托关系哈。另外，这个荷叶和那个荷花跟草跟小荷叶形成一个整和碎的对比啊。如果我们要过光这两个荷叶，这画面就显得呆板了啊，就是过于这个过于整了。它是画面的不生动了啊，所以相对来说，衬托了一些个小的荷叶啊，而且墨色比较深，跟草，这是这两种内容在这幅画是比较凌乱的，是比较活动比较大，比较曲线的啊，是这个画面的这个曲线啊，和这整形成一个相对对比，它画面非常生动啊。如果光是那个曲线的草跟小荷叶，那画面它是凌乱的。所以这个碎的和整动的这两个是相对对比相互相成的啊，这才使得画面既整啊而又有变化，它画面就不散乱了哈。那么这张画画的鸟是这幅画的主体，所以这个鸟的位置是在一个白的空间里头，它是非常突出的啊，而且使这个画面呢这个给人感觉呢就更加灵动啊。这个实际画面虽然我们看荷叶和草它是个在这画面有整个碎处理了，但是相对的它还是衬着花和鸟的啊，它起了个主辅这个主次的作用，在这画面就非常突出了啊。但是那就是这幅作品的处理手法。我们这幅作品哈、啊、这幅作品是这个内容是比较零散的，比较凌乱的啊，而且在处理时候我们看上面一组下面一组，下面作为叶的处理是它比较散乱的啊，上面作为是为了这使得画面更加统一的，更加这个效果更加好，后面用了一些比较抽象的啊，这个淡墨是这个抽象东西在里头，把这个前面具象的把它拢起来啊，使那画面的更进一步完整啊。所以你我们看后边的是什么内容呢？咱说不清楚，它本身是这个抽象内容啊，主要起了它起了一个衬托和丰富这个画面这个作用，使那个画面虽然很零碎啊，虽然很零，但是这种抽象东西在后边衬托的，使它在碎当中又变成整的啊。它这个对相对这个画面来说，它虽然碎，但相对它还是比较整的，所以画面虽然碎，但是它不凌乱啊。它不散，这也是我们在处理画面的时候，适当的可以利用一些抽象的似是而非的内容来整理画面，使画面进一步完整、突出而不散乱啊，这是一种说法。我们那个具体抽象东西呢，可以用很多方法，这么可以适当的运用啊。
就它不具体说明具体内容，只是一个处理画面一种手法。嗯，我们大家自己也可以试着在画面中试一试啊。嗯，今天咱就把这个处理画面这个具体有关于造型的一些说法，咱今天就讲到这里。